巴西有位20岁女仔巴博萨，在上年12月因为泌尿道细菌感染，求医后接受了抗生素治疗，然而细菌感染已经扩散到肾脏，而且令她休克昏迷了6日。醒翻之后，很惊讶发现手脚已经全部被截肢，她就呼吁不要小看妇科疾病，以免病情恶化后悔终生。根据卫生署家庭健康服务网页，泌尿道感染是常见疾病，大部分感染是由大肠杆菌引致，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就要留意。